是 The9。最近大家都在努力拍摄团综嘛，让大家来推荐一下收看我们非日常派对的理由。首先，非日常派对是我们 The9 的第一档团综，大家也可以在团综里面看到跟舞台上不一样的我们。非常官方，希望这个团综能带给大家就是开心，然后很轻松的去看，就是解压。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未来出道这个女团采访，我是一点都不担心。而且会有很多很高端的嘉宾哦，然后也会有很多爆料哦。那各位有没有很想要邀请哪些嘉宾？吴彦祖老师、雷佳音老师、吴彦祖老师，我想看我们老板江总跟那个别人丝袜套头，想看很久了。目前的飞行嘉宾有没有会觉得谁希望他再来一次？就是确认过眼神，我就喵。浩哥，你就不要再来了吧，上次你都没有选我。太阳川和你最爱的是孔雪儿。孔雪儿和我，你看爱谁？孔雪儿，我可是记住了哟。那这几期节目录下来就印象最深的环节或者很有意思的是哪个？打架抢兔子啊，我们真的是打架。我喜欢跷跷板，跷跷板的那个、哦、真的好七嘴八舌、哦、我的妈呀。那就因为我们的节目名也叫非日常派对，就各位有现在就是在宿舍里有举办一些派对之类的吗？我们有火锅趴，火锅趴、啊、然后完了之后夜宵趴，还有那个叫什么top 趴，深夜趴，深夜趴比较多，深夜趴比较多。那其实你们也过宿舍生活有一段时间嘛，想要问一下有没有很有趣的事？我报一个吧，徐佳欣每天的快递多的跟就是山一样。徐妈，孔雪儿的快递也多的是吗？我都以为孔雪儿开就就是。我是虞书欣，我哪有？好的，他的快递堆满了我们的客厅，你在那客厅能看到快递都是他，而且他不拆，他就放那儿。昨天晚上我跟那个在那个楼底下碰见了，然后就看了一辆车，然后一身狐裙的一个女的走进来了，我就在看，我是哪来的女明星？然后一看，哎，明星，我们就跟她打招呼，嗨，明星，她 ，Hello， 走掉了，就是那样，不是。我不，我没有看到他们三个，我以为是粉丝。Hello， it's me。哎，我定睛一看是林凡，谁给我孔雀儿？我他这样子，一时间我说，对啊，给了我们一个很礼貌的微笑。然后每个人就可以用一个字或者说两个字，就是一个词来最后组成一句话。第一个问题，如何在派对上slay全场？炸啊，炸，炸啊，炸炸炸炸，翻了斯芬克斯的难题在你这儿哦，炸翻了斯芬克斯的我们，真的是非常的哎，酷，回来了啊 ！Slay， 登场，登场啊啊！登场，登场！耶！哇，好棒哟！第二个就是女生要怎样才能更漂亮？相信自己，自信。头脑，善良，好睡觉，快乐，独立，化妆了，有钱。我来问问大家，就是直接每个人说不出来就可以。下一个女生三二一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好的，眼睛。不想尝试但是没有做的事情。蹦极，拉飞机，我都想。第一个动作题啊，这次要大家都一样，好，就是想到撒娇第一个动作。好，三二一，撒娇。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。